这个阶段是吧？
嘉义圣奥德天主堂的一个非常漂亮的马赛克。这个天主堂，我刚听神父说是毕神父跟他一起共同建造的，然后外面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马赛克的这个圣像的画哈。这个天主堂也因为这一个非常漂亮的马赛克，由鲍勃所设计制作的这个马赛克，因此被称为南台湾最美丽的天主堂。有的人可能已经有去观赏过，还没有去过的，说不定你可以找机会哈。那他的作品不是只有在台湾，在香港、在澳门等很多很多地方也都有他的印刷的绘本啊等等的都有哦。那我们今天展出他的圣经故事，他的画，他没有脸部的五官，色彩非常的鲜明，非常的大胆，非常有个人的特色，他的构图非常的简洁，非常的扼要，线条非常的流畅，利用画他来叙事，只有简单的几笔就表达出整个画的意象，整个画的内容哦。那我们斗六天主堂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展出这个画，为斗六市民提供一个欣赏好的艺术品的一个，希望透过这一些很美丽的、很祥和的画，让观赏者能够感受到我们天主强调爱人、宽恕、反省、忏悔的这样子的德性，也希望在这个纷扰的社会当中，能够为我们的市民注入一股安静、安定的力量。这是我今天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那接着我要请我们的吴宗元副主教来做更详尽的说明。结婚的娶一个台湾太太，所以他是台湾媳妇。那么，
他的作画不只在台湾，刚刚说的在世界各地，我个人在西班牙看到他的画，在很大的一个画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林子鲍勃的画。那么过去在那些摩塞克以前的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土路，他做好的这个三树土路，也就是非常有值得欣赏，也是值得效法的一个艺术家啊，能够就艺术家活着这么大的年纪还继续的工作啊，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赞赏的啊。那我的老朋友，我们有60年，我认识他60年啊，也他刚来台湾的时候就在建。台湾没有什么照相，很少很少有人有照相，他有照相机，所以他留下来的这些相都是50-60年那时候的开始照这些相片啊，是非常难得。那我们把它放在一起，同龄的两个人，那把他们的作品啊，那在相对照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那特别说毕淑妇，他在台湾那时候我是土库人啊，他也到我们土库去放电影，他就住在我们家。所以我说我们曾经一起同房过啊，同房，因为去过台湾的那个东坡啊，那是我小的时候我们一起他在我家过夜就一起睡觉，所以认识，我们认识已经有63年64年了，我现在是70岁了，所以就是他说7岁的时候，对，是63年前的时候。那我跟毕淑妇我们一直保持很密切的关系，我们都是家喻户晓的人啊，所以我们是非常熟非常熟的。那现在在若瑟医院我有担任一点任务的工作，就跟也常会见面。他以前是我们教区最高的神父，他是个180几公分的，很少有在台湾的。还很碰得很清楚，就是脚不方便，所以需要坐轮椅，所以他本来他就不方便来。那么如果请他上场，只要能够动，他都很高兴的参与啊。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两个就是画展跟摄影家能够欣赏，很大的很好的机会啊，谢谢大家。我这里讲希望大家回去，尤其是媒体朋友，多邀请我们斗六市民来观赏这些难得一见的好画。看了你就乐乐，我看你就欢乐。欢迎大家都带你的亲戚、你的老弟、老妈、父弟、亲家、朋友、东叔、东叔来看这就多怀抱，看了你一定会得到很多的平静，很多的安慰。谢谢大家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，家庭美满，社会安和，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同在，愿主圣父圣子与你们，祝大家平安。
跟徐家说你男生就来，就你说一句话，我的夫人就死了。